迎大家出席今天晚上富贵集团代理精英表扬大会。让我们现在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晚的众 VVIP 们浩浩荡荡入场。今晚呢，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代理表扬大会，是年度的盛事，也是富贵集团中马区向所有代理伙伴们表达感激之情的日子。今天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能够看得到我们很多代理伙伴过去一年的辛苦，今天都得以回报。我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的感谢他们。成功是我们的责任，Top Group无限可能，谢谢大家，借用大家的掌声欢迎 Any Lee， 1,5211万令吉的业绩 Agency 056 Happy 叉烧耶。这个冠军讲座对我来说非常意义非凡，这个冠军不属于我一个人的，是属于你们每一位 BDD DSD SD SA 们的，你们是冠军，感谢你们在2022年的陪伴。我们后会有期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Thank you, bye bye.